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。今天是北京当地时间8月20日，最受中国政府推崇的医疗专家钟南山今日在广州出席第18届国际络病学大会时表示，截至目前，没有一款药物被证实对冠管有预防作用。只要有效的、安全的，就是科学的、可信的东西，就是可以推广的东西。据悉，在2020年5月4日，钟南山透过中国国家媒体央视新闻提到，莲花清瘟治疗冠冠证实有效。具体表示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底气和证据来说莲花清瘟真的有是有效。我做过的就是这样，因为我是做了这个，看了它真正的有效，所以很服气。